你回家了吗？我回来咯。你加入小组了吗？教会一年龄层所设的小组有儿童小大卫、中学生，还有大专、职青、媒体艺术以及商人家庭小组。小组就如我们风雨中的温暖家，期待你回家，我们一起彼此造就、彼此建造、彼此鼓励。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本周的读经进度已来到了罗马书9章至12章。因神的话语能成为你我生命中的引导，还没跟上的弟兄姐妹赶快跟上来吧。森培将以全新的培训方式帮助你释放服事的大能，带动教会的成长，扩展神国的荣耀。为期4个月的圣培证书课程，教导内容包括圣经、生命、事工、教会和神国的5大层面。传道者是代表神在跟人讲话。我们对每一卷书的整个背景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，还有大概。其实我们每一个辅导员在神的里面的呢，我在教会的呢，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一定要讲真理。上课时间为每周2至5，早上9点至下午12点。课程也提供学生参与晨祷、户外祷告、健康早操、圣经速读和心与心交流。它能够提升你和神的关系，是更深更亲密，是在爱里头的。我原本不敢去人前，就是邀请别人来教会，那经过这个圣培的培训之后呢，我很勇敢的去到巴沙马拉的布道会，我能和这些不认识的人讲耶稣，让我可以真正清楚知道我的身份，然后更加的抓紧神给我的呼召，去完成神给我的使命，然后去活出来。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认识圣灵的这一个的课，然后我当场就是被圣灵充满，真的是跟神的关系也更加的贴近。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领受了怎样成为一个好童工，一个好牧者，让我在这个的年龄当中，我也不会放弃，继续的能够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神帮助我恢复了我属神儿女的形象，使我能够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。今天我不仅能够勇敢有信心的来服侍神，甚至我还可以帮助许多的人。如果我们要成为神国精兵，一定要有根基，有魄力，有属耶稣基督的生命、性情和品格。放眼神托付 FTA 的大使命，迈向万人教会的目标，培育人才是我们一定要进行的大计划。圣道培训学院从即日起接受报名，迎新会将在明年2月27日举行。有兴趣报名者，欢迎您来参加圣培招生说明会，以了解更多详情。招生说明会的日期、时间和地点待定。千万别错过明年2月28号开课的圣培课程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，小大卫在11月28号和29号举办了小小梦想的假期活动，鼓励家中有4岁至6岁孩子的父母亲赶快替孩子报名参加吧。当天我们为孩子们准备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梦想坊，还有许多好玩的游戏，报名费只需20令吉，带一位新朋友还会得到一份神秘礼物哦，不要错过了。小大卫首次2天1夜的假期探险王，哪一位勇敢独立的探险王可以完成这35个小时的挑战呢？就是你。这2天的营会，我们会一起寻宝探险，完成不可能的任务，报名费只需30令吉，名额只有200位，赶快报名，不要错过喽！恭喜来自 ProMaker 的郑建中弟兄和江文学姐妹于11月18日结为夫妇，愿神的爱以恩惠临到他们的婚姻里。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来临的11月25号及26号将是我们的洗礼欢庆崇拜聚会，洗礼地点将会在 Wisma FGA L5。鼓励还没有报名受洗的弟兄姐妹赶快行动吧，因这经上记载着，
信而受洗，必然会得救。若有弟兄姐妹还没有报名洗礼课程，你可以在这个星期报名，或者向您的领袖询问更多详情。课程日期及地点如下。